可以说是岩山先生的强项。跟他的另一个强项山水画一样，大致以宋元人为依归，笔墨纯古，气韵超逸。画竹是笔力的展示，每一笔都须有变化和特点。时而蓄势待发，充满生机，时而柔弱飘然，临风摇曳，还可以在平面上表达出四维，比如说竹树在风中摇曳的感觉，营造出虚拟的动感，